我们黄金年华参加歌唱比赛的朋友呢，一定要有三不怕，那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酸，还要不怕跳。哦，你看刚刚那个参赛歌手永金，对呀、啊，本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对对对，铜像这样，现在也跳得像个猴子一样，对不对？嗯。你不要这样讲人家啦、哎、有老师教的、嗯、对呀、啊、有些时候呢评判们挑他们真的是忠言逆耳苦口良药对不对导师们的这个肺腑之言都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好嗯好马上呢我们欢迎编号六这位功力扎实很有舞台经验的萧哥给大家带来张学友的歌曲拥有也许上天要我看见这一切好让我痛快地流泪默默转身轻轻地告别爱恨不停地交叠无助这种感觉是无边无界告诉我如何能穿越不能相信爱令人心碎那种痛楚令我对爱胆怯想念每一夜不曾停歇又快乐又伤悲又失业爱越来越强烈拥有你的是我一生最好的安排只要心打开就能够发现你永远都在无助这种感觉是无边无界告诉我如何穿越不能相信爱令人心碎那种痛楚令我对爱胆怯想念每一夜不曾停歇又快乐又伤悲又喜悦爱越来越强烈拥有你的爱是我一生最